你是共产党，我是仇敬商人，我觉得是去死，我今天必须要去救他。南派山主，其笔法，所罗有志，八宝修法就像八宝云的智慧。 没有两个会完全相同，所以模仿别人的方式是有效的隐蔽手段。我先生只是白手套，他帮重庆的大人物定了这笔走私买卖，气功被我发现说谎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现在就要拿这笔货，货号如果你们两个说错一个，就都得死。 9605，5414。停，你说。